想到下一支 vlog 就要出国了，对。然后这次是代表上班不要看，参与仙台之旅。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总之现在开路，在尤其上敌方物理要基本见，请进。仙台的车站，对吧？机场，然后是我第三次出国，记录一下。就是要去仙台车站吃饭，然后今天也是汤马士的生日，所以我今天就选汤马士陪我一起度过这个第一天的旅程。这边是刚那家店的毛豆奶昔，然后也是仙台车站三楼最有名的甜点店。我们接着要去餐厅。哇，一打正宗，跟汤马同一天生日。王姐，现在人在听说是红灯区，仙台的红灯区。然后你看，牛郎店啊，然后这条有很多无料按耐所，也是离仙台车站不远。我现在去吃饭，下午会。我们越过了红灯区，然后。最后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鲜鱼店，我们要去吃一个。만삼제도보시러이때문에这个就是他们店里面推荐的汤马，他们会在后面贴一个。贴张纸，然后推荐一下今天的菜。嗨，干嘛讲？干嘛？介绍一下这一次第一间的房间，日航城市酒店。
然后这是进来门的格局，有一个镜子，然后对，进来是有点小，我进来，噔噔，双人床，两件衣服，然后应该是空气清净机跟一个小床电视这样，然后我的行李，手机，对，然后重点来了，噔噔，免治马桶，对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第一天的旅馆，对，然后我先去睡前哭，拜拜。这个冰呢是在我在日本只要难过的时候，我就是发生什么事都会吃这个，然后今天是对。没有来日本，先住一下。现在第二天，旅程第二天，然后他们是没有安排早餐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到仙台车站买早餐。这是仙台车站的广场，他们有新站合作的。很棒，新站，然后早餐店好远，我们接着五天都会住不一样的饭店，很神奇。好，先这样。